大姐啊，你嘛知影哦，这阿布杰的人啊，阿多在古村，我家在有日子吼，阿你什么讲的是你快照顾的，阿不过日子，伊讲话正大陆那边哦，最近生意也是愈做愈大，阿日子好也是见人讲哦，过去安尼过几回啊，拢搬过啦。所以我也是惊讲，以后无人去厝内照顾伊，才会走去台北找你啊。无啦，阿母是讲吼，伊的风湿症头骨患啦，走路无方便，啊，一个人哦，我都过生活，所以吼，啊，不过我会记阿梅翁去大陆发展了几多年啊，伊拢留伫咧台湾咧顾囡仔，奈即马才雄雄想要倒过去啊。啊，到迄边安尼吼，走一只狐狸精出来啦，妖怪因翁唔放咧，我这戆查某囝吼，迄早就甲讲过啊。翁吼都爱顾好条，唔通到时向妖怪去哦，真正都爱哭无目屎哦。所以你今仔娶某来我家，根本是想讲。我本来想讲哦，去娶三姐啊，啊不过吼，啊不着。啊阿芳哦，嫁去个华联嘞，一路敢若天嘞啦，迄坐车都爱坐几工了哈，迄我愿，我不爱去。我去哈，啊！恁那个外甥翁嘞，无伫个啊？哎，身体无爽快，在房间休困啊。前一阵仔就去大医啊。大医？啊，手有安怎无？不要紧嘛。小可中风啊。中风哦！啊，即阵唔倒伫个眠床嘞。无遐尼严重啦，病大几工就转来啊。医生讲哦，踮咧厝内做护工就用个啊。侥幸哦。啊，安尼唔着我倒出去外口趁钱啊！嘿，母啊，王伟嘛算是你的囝婿呢，伊身体无爽快，你无甲关心，顶多咧关心讲啥物时阵会当出去趁钱，啊无到底命较重要还是钱较重要哈？啊，你即摆是讲煞阿未哈？敢讲一堆，吼！啊，你敢毋捌听人咧讲过？你若有钱哦，人叫你阿哥；啊，你若无钱哦，人叫你太哥。捌闪着咩？相公，我唔捌闪过。那不是较早咱厝内面环境无好，我讲需要遐尼少年，就出去吃头路，去赚钱哈。啊，你即马是咧怪我这个老母就对啦，哎呦！我好啦，哎呀，两个别讲烦啦，啊！陈大姐，你嘛知影我的个性，想有一个啦。大姐。我今日来遮哦，是希望讲哦，你通斗三工，啊，照顾阿母。我唔知影你的意思是？你要爱伊住伫个阮家，嘛爱看伊家己是毋是愿意啊？啊，嘛爱看你哦，有甘愿我住伊遮无？忠实啦！你看恁大姐吼，迄种态度啦，卖啦，我袂住伊遮，我要甲你住啦。阿母啊，那不是讲好啊？你嘛答应啊？那不是？大姐啊，不是我无想要照顾阿母，实在是因为哦，我工作无用的，而且我性命个性够娇，啊叫伊跟阿母到做伙，一定没关系，所以我才来才拜托你啊。你家恁母会受委屈，我嘛惊阮翁，啊跟阮囝没关系啊。你家己拄只毛看到，母啊才坐落来无几分钟诶，我两个就差点要搁冤起来啊。阿母啊，你去倒位啊？要来转啊？要倒？嗯，啊，伫遮王家闹车喷到，啊，要来转，无要创啥啦？哈，我知啦，食老无路用啦，都拢爱看时势吼，迄面色啦。我唔免安尼糟蹋我家己，我要家己转来厝内住，吼，我嘛我都好照顾我家，你放心，吼，安尼较自在。我甲我讲，无爱你住，啊，问题是你那哩临时临时走过来。我厝内面总是爱搁准备一个嘛，搁再讲啊，你毋是一直看你迄个囝婿无顺眼？安那？啊，即摆是安怎安排？我这做事大，袂用讲一下安尼囝婿两句啊，吼哈？哦，对啦，啊，恁那个外甥翁哦，都较高贵，较妖道就对啦，吼。啊，大爱我这事大人吼，搁较按来嘛。忠信啊，啊你有看到啦吼？
不是阿母讲不爱甲恁大姊大啦，迄问题是吼，伊迄个外省人甲伊哦，根本就无欢迎我啦。忠信啊，阿母啊，较侪岁啊啦，啊你敢甘愿讲看阿母伫遮哦受委屈啦，伫咧食苦歇啦啊？哎呀，阿母，你莫安尼啦，你听我的话啊，你伫遮甲大姊多一点好啊。我的工作实在是做无用的，而且我今麦等咧变数的时阵，我丈老爸我准备话接班啦。你嘛无想要垮掉，我因为操烦多事多代志，经营着我的问题，甲前途对无？你今麦是咧讲啥哈？你是咱靠教位的查甫的哦，母啊上看重的就是你。啊，今麦竟然讲家教顾母啊，去影响到你的前途，恁咧是对啊，唔对哈？啊！你安尼是对啊，唔对哈？啊！你若无欢喜吼，你就甲我讲就好啊，那就安尼骂恁小弟啦哈！你安尼做人什么大姐哈？我是安尼袂使甲是我的小弟啊！袂用的啦！好啦好啦，我不来啦，你坐。你坐，我来帮你讲。大姐，我知影你今麦较困难啦，啊，不过既然你知影我的为难。你是爱袂事先讲者，都甲母啊带来哈。唔是我无愿意斗相共，问题是恁姐夫即马拄中风，哎，常常拢在厝诶，我搁爱常常出去陪伊做复健，一个照顾两个，我真顾袂来啦。大姐，我嘛就想要甲国家经济能蹦跳起来，啊，我即马就是无事啊，我就当工作，啊，你要做。今晚还没好吧？你就先到沙岗接过来阿母，两礼拜，等我把我手头代志拢无用煞，我就来甲阿母接转去。两礼拜就好，阿玲有袂？讲话啊！你若是无爱阮母啊，住在遮，你就直接讲啦。她是你阿母啊，我们当然要好好孝顺她。所以你是同意回老家来？不管怎么说，她都是你妈妈。虽然我知道你妈一直都不喜欢我，一直叫我瓦辛啊，瓦辛啊。到底有多心啊？一直叫我瓦心啊！哎，我现在又变成这个样子，他一定会比以前更讨厌我。就算讲伊讨厌你又安怎？伊即嘛是要带咱家呢，这间厝是你买，伊食你的用你的，凭什么看你无？你生气还真可爱。你放心啦，你妈不喜欢我也不是这一天两天的事情。啊，反正呢，他说的话呢，我就是这里离奇，那里出奇，我不会放在心上的啊。多谢，辛苦你。你比较辛苦啊。本来有我这个幼稚鬼，你就已经很烦了，现在要躲你妈那个。啊、好了好了，其实啊，我就是。心疼你吗？这当作是我顶世人欠伊的，一世人哦，注定爱幸福完的。嘿，既然你同意回头落来，阿丽姐做囝婿，是不是应该出去来泡家酒喝啊？若要嫁到安尼，予家己这歹命着哦，啊，开起卖嫁做老姑婆，啊嘛较自由。
唉，啊，这洗澡几下遍哦，啊，入去房间，甲因那个外甥阿唔在咧讲啥，啊，讲几波阿唔出来哈。嘿，啊，讲到这个囝婿吼，我若真唔是款的哈，啊，明知知我这个丈母来遮吼，来几半工啊，嘿，拢无出来甲我探讨一下。愈来愈无站站，迄实在是哦。悲哀啦，真正是悲哀啦！啊，一世人赚无偌济钱，就准拄煞，啊，即马阁中风。阿母啊，你好。歹势呢，啊来甲你扎做啦吼。哎，不会。不会咋做啊？母啊，啊你是阿妈棍去拽着，那王威跟你讲话，你也唔敢看一下。你不要这样跟阿母说话了。我无讲对。好了好了。啊，迄医生是跟你讲复健哦，爱偌久才会好啦哈。啊，医生是说可能需要一点点时间呢、啊。一点点时间哦，哦，啊安尼是一年。啊是两年，啊是拢袂好啊！母啊，啊你话敢袂当好好讲哟？你嘛咧奇怪呢哈？啊我咧关心囝婿，啊你也袂用的哦。对，可以。好了，多谢阿母啊，这个您放心啊，我一定会很努力的做复健啊，我会赶快让自己好起来的。只是有一点对您比较抱歉，就是。家里没有那么多房间，所以只能在立德的房间替您加一张床，怕您住在这里不是那么舒服啊。啊，那听你安尼讲吼，真正哦可能足无舒服的啦。我老实讲吼，我嘛真无爱甲吼查某囝住做伙啦。迄若毋是阮忠信的吼，叫我讲吼，阿母啊，你着一定爱来这台中哦。啊，硬硬叫我来吼，嘿，我甘愿住喺阮老厝吼，啊嘛较自在，无嘛算我家己的厝。嘿啦，我拢知影，你上爱甲你的宝贝仔囝住做伙，啊，毋过要安怎？人都无爱甲你住嘛，所以就暂时委屈你，甲我这个哦上顾你完的查某囝住做伙，安尼应该无？啊，两想要食啥，我来买啦。拢好啦，敢真正啥物拢好？哎，我甲你讲哦，迄鲍鱼、鱼翅啊，啥物燕窝，阮倒是无迄种银钱去买哦。啊！你是当作我足讨债的人了？还是讲哦，恁台中敢毋是有迄安尼上出名迄种饼哈？太阳饼。哎，对啦，太阳饼对啦。哦，迄我上爱食呢。好啦，等下我买菜哦，叔叔买等。好，好啦，你去，哎，我来买菜哦。啊，你拄仔讲啥？太阳饼。太阳饼。唔是啦。太阳饼啊，太阳饼，哈、啊哦，你啊嘛，安尼好心好行的，安尼哦，食阮阿妹来厝喏，食啊侪年啊，啊，听咱迄台湾话，啊，咱讲袂灵登。阿母，吃水果。阿母，唔是阿母。啊，阿母。阿母。阿母。哎、欸，对。想想对对，会记得你，上风雨的对阮两人的祝福。吹迷离，纯情花蕊，满面春风花。